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这样是中路哎、欸。打艾克，玩个逆命好了，不要玩逆命好了，玩逆命容易死，玩个杰西好了。这是标准流的艾克玩法，一直推兵线了。杰西大炮出的时机，大概就是在他要尾兵的时候最好，而且是他一定会来尾的那一种，譬如说炮车啊。就是这样，这样是不太需要锤到他。锤他附近的小兵也会有伤害 ，Q 就是锤形态的 Q。那他这一步的话，他可能有点误，他可能没有想到我伤害这么高吧。看，哎、欸，等下完了，下路要出弹，哎、欸，靠呗！他怎么吓到把炸弹丢到自己脚下去啦、啊？哎呦，不过下路看起来210不错。这一把的话，其实打到后面他们会降油的人还蛮多的，所以我们不太需要担心啊。现在我只要稳固好自己的就 OK 了，并不一定每一把你的队友都很燥啊，队友不燥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燥自己了。这鳄鱼从哪里钻出来的 我等这个蓝等很久了，竟然没有。What the fuck！ 竟然没有，你，我裤子都脱了，结果你给我看这个，哎、欸、靠，被太多了啦！不要每次都杀我啊！大炮，我、哦、一次中两个，有，是我太烂吗？哎，是哪里这边发生什么事啊？又要逮捕我？哎、欸，真的是逮捕不腻哎、欸！靠，这场怎么那么难玩啊？哦，他们对面的节奏带得有点凶猛啊！我们这边一个被踢得不要不要的、啊，一个被砍得不要不要的、啊，鳄鱼王要发威了、啊。哎、欸，没关系，这阿德死了，我可以帮他吃冰的、啊。阿德啊，我只在帮你吃冰的而已啊。这场虽然说现在有点小逆风，不过我觉得还 OK 啊。塔掉了多一点，龙掉了，然后其实整体上的发育来说都还没有出来，就是鳄鱼的等级高了一点点。结果他旁边没有人呢、欸，神经病哦、喔！哎、欸，我随便乱射，竟然射到了、欸。这边是一定要开的啊，两只就下了，逆转啊！耶稣！哦。别狂啊！哎、欸，别狂啊！送优势啊！哎呀，怎么一有优势翻盘，你们就要送啊？别闹了啊！我打得很辛苦啊，我辛苦啊！靠呗！娘娘说没人走，立马给你走一下。哦，谢谢，立马给我抖一下是吗？那我要立马给你抖一下吗 ？OK， 好，慢走。
敢秀啊！哦，哎呦，加好造嘞！秀秀你个秀你个巴拉！快跑！我开加速器给你们，紧走！阿泽，快跑！哎，我的速度会好好哦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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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哥，他们在旁边射满脸的。加速，加速，加，加速，加速！给他死，给他死，给他死，给他死！哦，空军，空军，哎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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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爽啦！